叫欧巴，进去就会让你知道为什么叫欧巴。好多欧巴哦，他是谁？西瓜哥。哇，知道这么大的章鱼脚。章鱼好大。Really？我们现在来到了台北东区。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车来。对不起，对不起。这一次为了这里盛装打扮，好久没看到你化妆了。对，我好久没化妆了。我们的小学同学在这边开了一家店，想邀请我们来这边饱餐一顿。那你朋友单身吗？你等一下可以自己问他。我们也邀了一个特别嘉宾来跟我们一起吃东西。欢迎李月。我没有认真要介绍我的名字吗？李月。我知道你叫卤蛋。为什么你知道？我有内幕消息，心脏在漏了三拍。首先你多勇，叫你来果然是对的。你这个频道是走这种浮夸然后巴结人的路线。他教他的，他教他，然后他发扬光大。没错，我对你们频道七大不可思议之谜其中之一。为什么他会戴口罩跟墨镜？他是连我都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瘦的朋友？我们今天来请你吃饭好了。他这家店名叫欧巴，进去就会让你知道为什么叫欧巴。超级的店啊！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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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你肉变多了，你太不会说话了。这位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叫宇胜，邀请我们来吃吃喝喝，靠他了。没有问题。为什么这家店会叫欧巴？之前待过韩国。干嘛？在韩国当过练习生。这是欧巴哎，好多欧巴哦！这是我的团体。我们叫 M4M， 这个人因为有四种性格，来自不一样的地方。那这团现在还上在吗？各自忙各自的东西，各奔东西了。有的拍戏，然后有的唱歌。那像我就开开店，而且能开在台北东区，你一定发展很好。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加上你又来了，你真的是很会讲话。显得你很不会讲话。对，我会介绍你认识一个人。不认为他在国外待这么久，他会知道。我小时候有看过你上一些节目。Really？ 多小？讲一下，讲一下。气到走掉。你当。红的时候，他是个小孩，还没有去韩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是谁？西瓜哥。哇塞！哇，这里别有洞天呢。哇，我已经准备好了。啊，已经准备好了。你先吃，后面还会有。外套都已经脱下来了。西瓜哥已经准备好要吃了。这么大的章鱼脚，章鱼好大。大家就坐，大家就坐。如果可以唱出你们团体的歌，我会特别的高大。我先唱一首。花飞太多，吹散了烟火，冷泪掩埋尘埃过。这个是我们最夯的海鲜堡，海胆、鲑鱼卵、干贝包在一起吃，一口的韩式炸鸡。这女生啊，吃东西最害怕的就是口红会美，所以这种就像直接放进去刚刚好。人参鸡汤，汤又烫。哎，里面有糯米。Oh my god！ 这个是我们的腊八面。最喜欢韩国拉面了。我是自己自创的。你也是自己手工擀。料理上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烹调的，是吃不到的。培根干贝，我们常常跟这一系列的东西不太熟，什么明太子啊、鱼子酱啊都分不清楚。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好像有点厉害，你喝看看。感觉很浓。你绝对不能说我做作，你喝了就知道。我觉得很好喝。还来，自己也好不好？我在韩国喝的人参鸡其实会偏清汤，它里面颜色是蛮浑浊的，感觉是很多料泡在里面泡出的那个味道，跟我在韩国喝的其实不太一样。这个是不是很适合当年菜啊？过年有开吗？当然有，哇！你们是24小时的？24小时？哎，开玩笑。哎，非常适合王美来吃的韩国炸鸡，这么小，它真的就是。韩国炸鸡，这只有两份，剪刀看谁吃。不不，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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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少啰嗦。你看这有多大，放在我的脸旁边，很大。哇，这个，哎呦，剁脚，剁脚来，剁脚。我看到大海了，非常的新鲜。这样
嘴巴化开，一整嘴下去，微软爆开，干贝的鲜甜，乌泥浓郁的味道，非常有层次。你话这么多，我待会讲什么了？等一下你吃吃看，没有尝到大海的味道，你就出去。可能会看到一些以前的亲人。哇，好厉害哦！看到一个人站在那，在哪？那个层次很鲜明，加加加加，砰砰砰砰！中华一番看太多，没有。我想看李阳吃那个。你的郭晓同学 Q 你耶，一定要半熟。哦，留下去。大酱都在下面。要多一点哦。你看好辣，好像真的很辣哎。啊，舒服够味的辣。放屁！他超怕辣的。他的汗狂流哎，对不对？不要再说我在演戏，没有骗你们。算数的羊排，一定要一口，连叉子一起进去，连叶子一起。连叶子要怎么吃呢？掉了，完全看不到，厉害！啊，明太子的香气，不，干贝，不是干干扁扁，是有汁的。培根加干贝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想法哎。哎呦，这个杯子叫酒杯酒。亲密的爱人，你不喝完，它就会洒在你身上。啊！那我的同学，原本不是不爱喝酒，你为什么要换成就我比较多一点？因为是 logo， 对 ，logo 在外面。难道我们就不能一起不喝吗？不行。哎压力好大，我一感觉他比我快，我就会洒到身上。在韩国，哥哥辈的、长辈的，最多这样子，对，回头这样敬酒喝。我想要研发就是，你也逃不了，我也逃不了，我们一起喝。天下那我们的 logo， 欧巴都会戴墨镜串烧。哦，你不讲串烧，我会以为这是墨镜。对，有小牌配鹅肝，每人一块，感情不会散。哇，好奢侈的吃法哦。哇，好幸福哦。它的牛小排的味道多了另外一个粉粉嫩嫩，让它变得比较温润。牛舌，它那个辣椒是我们的特调。我可以评断出哪些牛的技术比较好。它的味道完全颠覆外面吃到牛舌的味道，很嫩，很 Q。跟牛拉过吗？原来是这种感觉。这怎么剪啊？要往它的节这边剪。哦。哦，听到那个剪的声音，我就在高潮。你好容易高潮。哇，它很厚，很扎实。超级，这个断面。哇，它直到最后肉都这么多哎。好满。超扎实，非常好吃。就是龙虾肉的鲜味，完全就是。你们刚刚竟然没有加柠檬就吃了？你哥来试试看加柠檬。它的肉质本身还有甜味，酸酸甜甜，我喜欢那个焦香味。放松，哇，好扭曲哦！你戳他的下巴，没事。吸盘的地方啊，好有口感哦，就每一个都脆脆的、脆脆的、脆脆的。刚刚吃了这么多东西，觉得像串烧的是这个，知道为什么吗？东西真的太多元了，吃不完，大口的吃吧。李阳，吃下去，生喉咙。生喉咙，给它伸下去。啊、好深啊！哎，它进去很多哎，肉都吃完了，我吃茭白笋啊。好好酷哦！怎么这样？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薯条，两种薯搭配在一起。哥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薯条。麦当劳。麦当劳。我超爱吃薯条。我们的是麻薯。哇鸡。吃薯条就是要用手拿，甜辣、胡椒。哇。尼哥就是爱吃甜，他是蚂蚁。两个字，放心。有人放心但不好吃，但他放心是好吃的。哎呦，这很重要。披着薯条皮的麻薯。哇，其实面卤好好吃哦。其他两个酱料好可怜，都没有人理你。哎呀，我可以是胡椒盐，对不对？你很勇于尝试哎，真的是小朋友的好榜样。神酥鸡，他们胡椒粉应该是有中药，试货。哇！拍手！就这样跪，这样。哎呀！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鲑鱼软，山药明太子。对啊，为什么讲鲑鱼软？你大小不分哦。嗯，脆脆的。哇，我看你们吃，我也好想吃了。一人一口，感情不会散。对，我不想要跟你们感情散。这边有鱿鱼，它是章鱼吧？我知道啊，刚刚拿出来。结果是你刚刚牙齿里卡的。我靠！龙虾沙拉。哦。好厉害哦！青鱼，借由家族的吃法，生喉咙的方式。我们就让西瓜哥哥来表演一下。没错，对，这进去就是真的是进去了，再也出不来了。对，就整只进去。哦，
大口吃鱼的感觉怎么样？哇，我看到大海。怎么样？我真的觉得还好。期待吃的会有的好吃，不是普通吗？普通容易吃，普通啊，狂吃。我觉得这很难吃，你们都不可以吃。在，我最喜欢吃难吃的东西，你全部给我。这间店我还会再来。真的觉得这间店可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过独书。一言既出才是驷马。对不起。OK， 最厉害的。哇！加一点泡菜，然后加一点面。好吃哎！我会用成一个球，就是因为方便这样子加起来。哦，正宗韩式的吃法，韩式吃法怎么放入嘴巴？哇，跟普通人一样哎！大家有看过 Star Wars 吗？不知道什么叫 BB8？ 我知道 BB8， 对 BB8， 作为是金属的味道，好烂啊！但我还是笑。谢谢你的，谢谢你的，我接不接？云龙鱼汤。很鲜，超大颗，那个姜丝没有在手软的，我超爱姜丝，我也超爱姜丝的，鲍鱼，鲍鱼，鱼肉很大哎，哇，鲟龙鱼的胶质非常多，哦，停不下来，嗯，对不起，我多喝几口，因为它太辣了，你才辣吧，你看你的事业线。超好喝，超鲜美，甜点。哇，这个是什么？焦糖。焦糖，那我是焦糖代表，我是炼乳代表。好好吃哦，非常好吃。这个蛋糕体很扎实。你没有吃过马吉面包吗？是 Q 弹的吗？嗯，它不是那种路边的鸡蛋糕那种黏黏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很好吃。两位的肚子，看你们这样子。我是不是要调几个东西给你？耶、yeah! ！为什么笑？每一人一杯。专属特调吗？想喝什么，你直接跟我讲。Hello， 在干嘛？ Hi. 这边超强，上完厕所，高档香水让你喷。哇！喷就喷，不要喷，把它摸走了。你补完妆，然后直接补香味。这边的设计很特别，另外一个橱窗，对不对？他们这边的装潢很用心，每一个角落都是厉害的，处处有故事。好开心啊！我还想说，我最怕参与不了了耶。这是 Mojito， 这个是玛格丽特，这个是 Jack Bone， 这个呢是 King Tony， 大家常见的 Long Island。这个是要给它蹦下去吗？怎么讲话那么抬？给它蹦下去，蹦给你们看。好好。哦。每天晚上最期待的时刻，深夜的时间。好嗨，我喜欢。这个浓度正正好，而且这个香料，原来这个才是给李月的。不行啊，我不能喝啊。无酒精的 Mojito。嗯？哎，是什么味道啊？喝不出来。Mojito， 柠檬。薄荷还没懂。我是认真想要追求一个答案的。柠檬汁啊，因为我有想要喝蓝水。伪鸡伪酒，让自己觉得自己在喝酒，好像以为自己在大人的行列里。不知道我们这里年纪最大是谁哦？我是看儿童台长大的。没事，通常这种时候就教说啊，比较好解。那我们现在就都不讲话了，不是大安静。虽然我不是很专业，但是都是一口一口挑出来。大家来这间店，会看到你在里面帮忙大家挑酒。你要我在哪，我可能都会在哪边。不要乱下这种承诺。的确是，你们看后面，欧巴的 MV 立马来了。哦，哇哦！你喝醉了，还是力量量来跳一下？力量量来跳一下。这间店的地点是在忠孝敦化的三号出口，走过来大概五分钟吧，不到啦。力量，你要想想他的脚程，很美。没有办法认真跟你们讨论资讯。在一般那种韩国餐厅，只能点到烧酒，但是这里不点到调酒，它甚至除了调酒以外，它还有 whisky 那种浓的酒。韩国的啤酒我们也有，烧酒我们也有，好的东西我都会融入到我们台湾。而且我觉得他们定位在串烧蛮特别的，不要把它想象成是普通的串烧店。在这边，你都会吃到你外面吃不到的餐厅。对，这家店最大的重点就是什么？
女生有准备了这个最棒的游戏杯，有情人版跟兄弟版。对，刚刚已经表现过了。详细的抽奖资讯会在资讯栏，至于打折优惠也在资讯栏。我们看清楚了这些消费，绝对有你好康的。谢谢我们的雨盛，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李月哥哥。喜欢我们的频道，大大来报道，大家有空可以来看一下哦。我们都有订阅小，开启小铃铛哦。串烧欧巴。还想看我们去吃什么、玩什么、体验什么，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今天很开心来到了串烧欧巴，我们会来这边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小学同学雨盛在之前韩国跟大陆系偶像团体出来的。拜。想要融合自己的东西，再闯出一片。他现在选择会来台湾重新开一家店，也是非常需要勇气，尽量把他的菜色都融合他所待过的地方的文化与品质，代表了他对这些食物的用心，还代表他的人生故事。我希望我的东西是平民百姓大家都能吃得到，因为美食就是要给大家吃，料理就是给人幸福。Bravo！ 欢迎大家来东区品尝一下哦，超推超推。